这个动作感觉不适合女生，很容易把我的小腿练出肌肉，变成肌肉腿。为什么总叫我深蹲？我想瘦腿，不是粗腿。我的手臂不能再练了，都是肌肉。你那个不是肌肉腿，是脂肪腿，或者是水肿腿。我是还没见过体脂13%的女生腿是特别粗的。说到底就是胖，哪里粗就减哪，你就别想了。全身性的减脂，局部就自然降低了。而且困扰你们女生很容易长肌肉这件事，都是你们的脂肪在作怪，只是它们看起来比较结实罢了。长肌肉极为关键的激素是睾酮，没有睾酮，肌肉很难增长。女生的睾酮是男生的1/15，甚至更少。我拼命训练一年，你拼了老命练了15年，都不一定会有同样效果。所以呢，不要再说怕什么长肌肉，都是借口。一天天的你唠叨自己的肌肉腿，肌肉这里，肌肉那里，这么多肌肉，你的 push up 俯卧撑做足应该不成问题。才练了2-3个月，就觉得自己练的一身麒麟臂麒麟腿，还怕自己变成金刚芭比？如果你怕把自己变成一个金刚芭比，首先你要是个芭比。哎呦我的妈！关注我，带你了解健身知识。